大火车了。我们来了印度30天，第一次搭长途火车去另外一个城市。那我们的火车应该是早上10:30出发，目前延迟了50分钟，11:20才会来，所以现在只能等。现在的心情不懂用什么来形容，看到就一堆盖西罗吗？是真的很想吃。如果是在马来西亚的话，我就买来吃了。